这一定要吼搭了！看着女孩们为表演拼尽全力，都忍不住想为大家打气。加列巴女孩黄队创意十足，短短几分钟就带着粉丝一起环游世界，过想出国的感应。 真的是啤酒哎，真的哎！我们之前两个礼拜看，就是这个节目，然后才认识他。对，就是第一集的时候是有打那个躲避球。对，哦，他那个接球超猛的。那你觉得他今天的表现呢？真的很棒哦，要持续的支持我们 Judy 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谢谢。同时，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王队。 用热情和实力虏获新粉丝。面对节目中的种种挑战，可是有个神秘的幕后推手为女孩们注入满满活力。知道你们很努力，你们想要炸裂，其实跟我们公司有签约理念很像，所以我们公司特地准备了美味的餐食，想要大家加油打气。我看起来年轻哎，但是你们感觉就是刚刚整个就看起来就是超级有默契，我们是共事很久的。对，我们是采一对一的师徒制的，所以我从刚进来就是跟着学姐一起学习。 那你们一天的工时会很长吗？我们公司比较好的是，我们有弹性工作8小时。那可是如果像一开始就是进去的新人达不到那个业绩怎么办？这跟你完全不用担心，真的不用担心，因为像我们第一年的新人12个月，每个月都要领5万，超幸福的。他们就跟在家里一样幸福。没错，就是也一样充满能量的勇气房屋团队，不仅让新人有一对一师徒制弹性工作8小时，也超友善。最重要的是，业务新人请12个月保障每月领5万，让伙伴们无时无刻都神采奕奕。在勇气房屋，就像在加列巴女孩一样幸福。完全娱乐综合报道。